汪峰蹬着小快步出现在了北京机场，而目的地也如大家所料，去美国陪伴待产的章子怡。你看汪峰老师有多心急，急不如飞，连镜头都捕捉不到一只清晰的汪峰。今年五月份，章子怡被曝已经和汪峰领了结婚证，现已怀孕8个月。汪峰老师这么着急，有可能是赶着去给子怡按摩抽筋的脚吧。